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黄金男孩胡轩。你们最近有没有想我呢？我可是超想你们的。最近有没有干一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我可是去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去到了一个学校，见到了很多星星的孩子。我们跟他们交流，给他们去带去温暖。当然，我在这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人生并不是那么公平的，但是我们要努力让它变成美好的、温暖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哟。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温暖，得到自由。爱你们哦。